过来，因为在自己前方活动45度，这来路有点大了，开始了。这是双方队转头顶出了底线，小球。小能量是拼命的在空中把这个球争到了以后呢，是顶出了底线。看对方的这个右路角球，这应该是一个致命的、非常关键的一个角球了。对，你赶快改个词吧。起过来，哎呀，这个球太大了，太大了。但是这还是头球调整一下，大球出击，三分打出来，外围还有机会，对方大门，哎呦，我们球员，我的天，这个球员把球打出来了，哎呀，真危险呐，真危险呀，把这个球打出来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最后时刻，对方队把球给挡了出来，哎呦，这球打门，有机会打，哎呦，划杆而过。